中美双方加强对话，管控分歧，推进合作，不仅是两国人民的普遍愿望，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。我多次说过，地球足够大，容得下中美两国共同发展，各自繁荣。中方乐见一个自信、开放、繁荣发展的美国。 希望美方也能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。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，第一颗纽扣扣好了，中美关系才会真正稳下来，好起来，向前走。